秋千归我啦！是的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。爷爷，小心！哇哦！嘿，爷爷，这边这个摊位是你支起来的吗？我没有。你们完了！哎呀！不行，罗宾，把横幅再举高点，用点力气。你没吃饱饭吗？你不用担心，夜夜，小小横幅我搞得定的。这是我设计的动作。那你很厉害吗？你还藏了什么别的招吗？这条横幅看着真不错，蝙蝠侠一定会感动得说不出话的。绝对的，很开心能一起举办这样一场派对，来感谢他为歌坛事做的贡献。希望他能喜欢这个派对。不过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太招摇了？不管了，至少有蛋糕可以吃。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居然有人为小蝙蝠准备这么豪华的派对，这家伙又能大出风头了。怎么没人给我办派对？那只臭蝙蝠哪比本姑娘强啊？我可是六边形战士，首先我很可爱，其次我那么和蔼可亲，更不用说我有时候还蠢萌蠢萌的。是的，我对蝙蝠侠也恨得牙根痒痒。嘿，你走开。对不起。不要偷偷摸摸的接近女孩子。话说回来，你是谁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们认出我是谁？马甲男？不对。大手套壮汉？穷鬼忍者？不是。对不起，真忘了你是谁了。我是红头罩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你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，你具体做什么来着？我是哥谭市的义警。所以是超级反派喽？倒也不算是纯反派。但你很痛恨蝙蝠侠？就当我们是亦敌亦友吧。听起来怪复杂的。那我问你，头罩先生，你愿意帮我毁掉蝙蝠侠的派对吗？好了，这下应该就可以了。爷爷，我们要不要在孩子们来之前把这一切再好好的检查一遍，以防万一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把气打得足足的，他们一蹦起来就有好戏看喽。你真是机灵的小魔女，耍那些家伙最开心了。罗宾，我们先试试蹦床吧。一二哇、刚刚的气可能有点打得太满了，我就轻轻蹦了蹦。我们来检查一下游乐场的情况吧。好主意，秋千归我了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。是的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。爷爷，小心！我感觉这里有点不对劲，爷爷，我们刚刚明明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怀疑有人对这些设施做了手脚。我也觉得，我们先把这儿的东西修好，然后去好好调查一下。看样子肯定是有人故意把充气物打得这么鼓的，罗宾。还有游乐场上的螺丝也被人拧下来了，幸好我们检查了，不然一定会有人受伤。派对还有一会儿就要开始了。我们两个得在歌坛市民来之前重新把这里准备好。嘿，爷爷，这边这个摊位是你支起来的吗？我没有。看起来倒还挺好玩的，先来玩两把。确定要现在吗？这两个靶子做得不错，看着还挺像的，就是有点傻乎乎的。你刚才骂谁傻呢？你们完了。干得漂亮，爷爷！多谢夸奖，击个掌吧。现在该把这里的垃圾扔出去了。没错，得在派对开始前把这里打扫干净。哦，不好，他们跑到哪儿去了？该死的蝙蝠，真是个扫兴的家伙！我正巧碰到他逃出公园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们在充气屋、游乐场和海洋球里打了一架，这都不是事儿。
不过，对了，你没看到红头罩吗？没看到红头罩，只有这位活泼可爱的哈利奎因小姐。我要揍扁你个臭蝙蝠！这是什么？给我办的派对？是啊，这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呀？所有派对都被小蝙蝠承包了，太不像话了！没我这个厉害的派对捣蛋鬼在，怎么能行呢？那就把你作为派对礼物送给阿卡姆疯人院吧。我们走。等等，蝙蝠侠，别就这么走啊！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是啊，你没看到我们做了多少准备吗？谢谢你们俩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厚爱。但俗话说，犯罪永不免。等我把哈利送到了，就尽快回来。可是。吃块蛋糕啊！蝙蝠侠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我担心吃了甜点以后，客人们就想走人了。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切蛋糕了。蛋糕就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不吃奶油糖霜，里面含糖量太高了，而且我还要去收拾罪犯。我会一直这样盯着你的黑暗骑士，下一次也让你尝尝做礼物的滋味。不过这次嘛。